is fading, and every time we kiss, I swear I could fly. Can't you feel my heart beat fast? My world is the last. Need you by my side. Cause every time we touch, I feel the static. And every time we kiss, I reach for the sky. Can't you hear my heart beat so?这里是我们在昆大山的最后一晚住宿。这个住宿是我在这趟旅程住过最差劲的住宿，房间是超级的恶心加肮脏，还带有好多昆虫。住宿名的话，大家自己看吧。这里唯独好的就是早晨有一片美景。好啦，不被它影响，继续带着美美的心情游玩昆达山的最后一天行程。哇，好美啊！蓝蓝的天空，啊耶！青青的草地。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吃饭的地方，吃早饭的地方，阿诺咖啡。我们进去看一下。伤心，我很想喝果汁的，但是这里只有咖啡而已。今早的天气就开始觉得炎热了，不过这里的美景还是很值得看的啦。这里的食物也还蛮 OK 的。神山被遮住啦，好多云呀、很高哦。这里风景蛮漂亮的。我点了一个三文治。还行吧，凑合着吃。嗯，点一个，辣死你妈！辣死你妈！马来西亚就是这样的，有辣死你妈，还有沙爹。嗯。辣死你妈！我的三文治和咖啡。还有妹妹，还有妹妹的鸡肉三文治，嗯，还有蛋糕，还有芋泥，来一口。
哎，搞不好那个教堂，那个在那个天主教那个就在肯德，哎，那个十字架，搞不好就在这边，会不会是从那边绕过来的？我觉得那个好像是高墙。吃完早餐，我们就要前往温泉了。这个景点距离昆达山有点小远，车程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由于我们来的是周日，感觉挺好的，人不多。来，我们现在到那个什么什么泡温泉的地方了。来，跟我走，跟我走，大家跟我走。来，这里看，这个什么名字？我先讲的。这叫 Hot Spring。我这个导游还有助手的，关键讲。进入前，我们还是得要看看这个景点的地图，毕竟我们是自由行嘛。对了，这个景点是要收费的哦，停车位马币5块钱，然后个人入门票是马币10块。温泉的地方挺靠近入口处的，没走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温泉的地方。这里有好多私人温泉缸，会让我们先自己挑选喜欢的位置。对，帮手给的比例如果不低个了。但是唯一觉得不完美的就是缸有点不是很干净了，再来就是那个水的速度有点快，所以也不是很推荐，除非你是因为温泉专门而来的。好啊，虽然他给的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们全程只花了1个小时就离开了。应该是有哎、欸，他是本地人，加油 ！Hello， 我们现在温泉泡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继续探索这个公园的一些其他的风景。如果再有什么的话，等一会儿再告诉大家。这山有三年，来看来福士大花。我们现在要去看来福士大花。是的，找了很久却没有找到真的来福士大花，只看到了这3个假的和1个应该是它的种子。找不到花，我们就来找 Kebukin 瀑布，才看到剑在秀一段倒流而上的瀑布，就天黑打雷了。在这里还有哈比特人房子的建筑，
矮矮小小的房子，很是可爱呢。还好进来的时候拍了一些照片，不然就是白来了。这地方可以拍照吗？我记得昨天下风，好凉快，好凉快。由于要回到亚庇镇上，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昆达山。不过这里的天气反倒是炎热的，所以我们就来昆达山战争纪念园。这里叫 War Memory， 是以前打仗留下来的一个旧址。这里每人收费马币五令吉，蚊子特别多，基本上就是和一些花花草草拍照，然后进出口卖些这里的纪念品。如果时间不充足，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和金钱在这里逛。昆达山战争纪念园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是首座为了纪念二战中臭名昭著的山打根至兰老的死亡之旅途中牺牲的勇敢的英澳战俘所建立的相关纪念馆之一。这也是我们在昆达山的最后一个行程了。今天的天气虽然不作美，一阵雨一阵雨的来，换来的收获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云海。这么美的云海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下啦，看看我们的 DJI 视频吧。拜拜啦，昆达山。这次的沙巴昆达山旅程就此结束啦，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个旅程。